田英章，字存清，书法研究生，先后毕业于中国首都师范大学、日本东京学艺大学。田英章出生于书法世家，三岁即随父兄研习书法，主学欧楷，兼学二王，书法功底深厚，技艺超群，是一位正统派功力型、软硬笔皆能、楷行草皆善的实力派当代著名书法家。自1977年至1988年七次获得国内国际书法大赛一等奖，为日本创写楷行印刷字模两套，已在日本及许多国家和地区新闻媒体印刷品上广泛应用，至今已出版书法字帖、教材、光盘等50多种，培养教育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书法人才。田英章历任中国国务院任命书书写员、国家人事部人才所中国书画人才研修中心主任、中国现代硬笔书法研究会会长、欧阳询书法艺术研究会会长、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第一任法定会长、日本国艺书道院教授等职。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看欧阳询楷书技法讲座。在正式讲解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地谈一下楷书的形成与发展。在历史上，楷书也叫真书，也叫正书，也有将隶书称为楷书的，在名称上不尽一致。楷书作为一种书体，肯定是慢慢的形成的，是由隶书演变而来的，时间大约是在东汉时期。传统的说法是东汉时期的王次仲首创楷书。宣和书谱中说，上古王次仲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书即今之正书也。王次仲，东汉时期书法家，今河北怀来人，首将隶法作楷法，字方八分，称为八分书。严格地讲，王次仲的楷书有很多隶书的成分，它是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的这么一种体式。从体式上说，和我们今天的楷书并不完全一样。至于说王次仲创造了楷书，我个人觉得有失于公允。我们很难想象只凭一个人的力量怎么可以完成一种书体的创造呢，并使它能得以流传、得以推广，这应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由隶书向楷书的演变的过程中，王次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是当时一位杰出的代表。不管怎么说，东汉的末年，楷书的基本特征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了。东汉以后，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书法大家，如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等，他们将楷书推到了一个高峰。楷书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成熟，以至于到了隋唐时期，楷书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仅有的变化
也就是风格特点上的不同。下面我们来谈一下第二个问题，隋唐时期的楷书。从总体上来看，隋唐以前的楷书在形体面貌上比较放纵，飘逸撒放的成分多一些，端庄工整严谨规矩的成分相对的少一些。到了隋唐时期，楷书在法度上严格了起来。隋代在历史上时间虽然很短，从建朝到消亡仅仅是37年，最后一个皇帝隋炀帝杨广，这个人人品极差，在治理国家上一事无成，但是这个皇帝在文才方面很好，就其文学水平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一个少有的皇帝。隋朝时间虽然很短，但是科举制度是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以书取士。什么叫以书取士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看你的字写得好不好，如果字写不好便不可以做官。做官的前提首先是必须把字写好。那么有以书取士，也就有以书求士的，所以学习书法成了当官的必修之课，成了当时政府教育机构的必备的课程。因此书法也就朝着统一规范统一标准的方面发展，讲求共性，讲求法度，讲求规矩，成了当时的最高准则。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书法，并极力推广，带头学习临摹，于是朝野内外举国上下纷纷效仿，书法学习更加火热。要想当官，要想在社会上有地位，要想受到别人的尊重，就必须按照当时的统一标准将字写好。写不好字，或是胡写乱画，是根本写不通的。那么政府提倡什么，国家就出什么样的人才。在唐代初期就出现了四大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唐代中晚期又出现了颜真卿、柳公权、朱绍京等一大批书家，在他们的努力下，楷书的法度达到了极致，达到了前所未有、后人从未达到的高峰，建立了唐朝上法的典型，开启了中国书法楷书全面发展、全面推进的鼎盛时代。在这个时期，欧阳询当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他的楷书被后人称为欧体。自唐以后的宋元明清，虽然在书法上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也有一定的发展和突破，但是作为楷书，从形体面貌上没有什么变化。直到我们现在所写的楷书仍然是唐代时期的楷书，因此我们管它叫唐楷，也可以叫金楷。第三，学习书法为什么要先学楷书？学习书法为什么一入手要先学楷书？看来这个问题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有许多人，特别是一些经常写字的朋友，也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一些误解和偏见。有的人说，学习楷书应当按照中国文字的发展的规律来进行学习。中国文字发展的规律是个什么呢？也就是说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是个什么呢？
啊，起先是由古文字，然后再到甲骨文，从甲骨文然后再到大篆、小篆、隶书、魏碑、楷书啊等等。这些呢朋友呢说是学习书法应当按照这样的脉络、这样的顺序去练习。我觉得这种说法有几个问题值得考虑。第一呢是时间问题，人的一生仅仅几十年，如果按照这个程序去练的话，恐怕时间上不够啊。学过书法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任何一种书体十年八年不能说就把它学好了啊。时间上没有给我们这么长的时间，我如果说先从楷书练啊，我想专门学习楷书，那么我也应该要按照这个程序去练的话，由古文字到甲骨文，然后再到大篆、小篆、隶书、魏碑，要照这样的话，时间上是远远不够用的，这是其一。另外，我们纵观历史上这些书家，还没有任何一位书家是按照这种程序练下来的，我们没有参照学习的榜样。因为大家都知道甲骨文是从清末才开始发掘出来的，在清代以前大家也没有见过，那既然那个时候没有的话，那怎么能够按照这个程序去把它练下来呢？所以说学习书法按照中国文字的发展这个程序、这个脉络去练，这种说法我觉得不能成立。还有的朋友跟我说，我只想学习行书，或者想学草书，或者是只写隶书，我不写楷书行不行？我的回答是可以，完全可以。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也需要搞清，就是说你想让自己的字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想达到国家一流的高层次的水平呢，还是说我只写的比一般人好一点就可以了呢？我们可以举目看一下，我们的周围有许多写字的朋友，但是有许多人写了一辈子，他的字就是没有进入国家的一流水平，没有进入高的层次，这是为什么呢？往往是原因就是出在了楷书基础不行，他没有打好坚实的楷书基础，等他的字写到了一定程度，就再也往上进步不了了，因为他的功底子已经不够用了。如果我这种说法还有的朋友不同意的话，我们可以举目看一看，像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赵孟頫、郑板桥等等，这些一流的书法大家，哪一个不都是有着雄厚的楷书基础？哪一个不都是因为楷书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才产生了自己特有的书体风格呢？所以我们说，虽然练字可以不写楷书，但是没有楷书基础的字水平不会太高，这种观点应该是书界里的共识。另外呢，中国文字的发展有一个特点，就是笔画越来越简单，但是它的技法是越来越复杂，书写法则和书写规定难度是越来越大。对于这些复杂的书写技法来说，楷书的出现应该是使它达到了顶峰。也就是说，虽然楷书从笔画上来看都比较简单，但是它里所包含的技法的难度是相当高的，
他的技法，他的书写法则是非常复杂的，这与很多事物是一样的，越是简单的东西往往是越是复杂的东西。具体的说，楷书囊括了书法中所有的笔法，如藏锋、漏锋、中锋、偏锋、色锋、果锋、连笔、顿笔、抽笔、断笔、跪笔、弹笔、悬针、垂露、按过烟流，什么欲竖先横、欲横先竖、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无垂无缩、无往不收、阴阳顿挫、翻扬符合，还有什么指法、掌法、万法、身法、波灯法等等等等，这些技法笔法在楷书中均可以用到。所以我们说，先写楷书实际上就是先从规矩入手，先认识和了解什么是共性，什么是公认的法则，什么是必要的法度。刚开始学习书法，先从一个高层次入手，这样对今后的学习和发展是大有益处的。这一点是经过历史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是行之有效的。下面我们来谈一下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要学习欧阳询的楷书？学习书法，先从楷书入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是不是非要先学欧楷呢？这要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和客观条件而定。在学欧体之前，有几个情况需要大家了解和参考。第一，欧阳询在历史上被列为唐初四大家之首，公认的是翰墨之冠。叙书段中云，他是杰出当世，显明唐初，尺牍所传，人以为法。自唐以后，历代书法家对欧阳询的赞颂之词举不胜举。当然，这些赞颂不单指欧阳询的楷书，对欧阳询其他的书体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啊，有的说欧阳询是八体尽能，无所不精。在这里，我们主要的说的是在书法界内部对欧阳询的楷书的承认和肯定。第二个问题，自唐以后，历代学欧者代不乏人，而且是人才济济，人才辈出，因为学欧而成名者几于目皆是，历代很多书法大家都有着学习欧体的经历。实践证明，学习欧体是通往成功、实现理想的一条可行的道路。顺便呢，我们再说一下，楷书有四大书体：欧阳柳赵，也就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那么学其他的楷书可以不可以呢？我的回答是，当然可以。不仅可以，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书家，就必须要学，而且要学精，要学透。不光是这四大书体，历史上凡是留下来的书体，我们都应该要学，都应该要进行研究。我本人虽然主要是学欧体，但是在这以前，在少年时期，我也曾学过颜体、柳体、赵体，看了我写的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以我本人的学习经验来看，这里有几个问题啊，仅供大家参考。首先，我们来谈一下颜真卿的楷书。历史上对颜真卿的艺术有过这样一个评价，说颜真卿楷不记行，行不记草，草不记稿，就是说颜真卿的楷书不如他的行书，他的行书不如他的草书，他的草书不如他的草稿。草稿是什么呢？
就是颜真卿的弃职文稿，称为第二大行书。第一大行书就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啊，第二大行书是颜真卿的弃职文稿。尽管说颜真卿的楷书不如他的其他几种书体，但是对于颜真卿来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楷书。他的楷书就其功力、水平和对后世的影响，并不亚于欧阳询的楷书。自唐以后，学颜楷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因为学颜而成名的也是举目皆是。但是我始终是认为，颜楷固然好，也应该要学，但是若作为少年儿童几岁的孩子，还是右手先不学颜楷为好。为什么呢？因为颜楷的特点是质朴苍老，古拙大度，敦厚雄伟。就其古拙苍老这一点来说，年纪太小的孩子，特别是一些女孩子，恐怕很难理解。她很难理解什么是苍老，什么是古拙。因为颜真卿写出这个古拙苍老的字，也是到了颜真卿的晚年。颜真卿年轻的时候，少年时期写的字并不是古拙苍老。所以我觉得一入手先不学颜，等到有了一定的基础，等到孩子们年纪大一点了，有了一定的理解能力了，再学颜也不迟。下面我们再说一下柳公权柳体。柳公权也绝对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将，他的楷书古丽遒劲，结构严谨，用笔方圆兼备，自成一家，世称柳体，对后世影响很大。但是有一个客观现象是，自从柳公权之后，学柳的人不多，学成了名的更是少之又少。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柳体不好，我是说为什么柳体没有继承人呢？什么原因，我才疏学浅说不清，但是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初学书法的朋友们，希望能对这一点有所了解，也仅供参考。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赵孟俯的楷书。赵孟俯的书法直追王羲之，不仅在行草篆隶方面，在楷书方面也称得上是一位高手，是一位一流的高手。他的字潇洒飘逸，清秀典雅，雍容华贵，遒健挺拔，对后世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我也认为不宜作为初学。为什么？因为赵孟俯的楷并不是公楷，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工工整整、规规矩矩的楷书，他的楷书里掺揉着许多行书的成分啊。因为他的楷书过于放纵、过于飘逸、过于潇洒，个性就显得偏多。初学书法还是应该先从规矩，先入规范，先找共性为好，待有了一定的基础再去研习为好。当然了，欧颜柳赵都是我们中国书法上的传统公认的这个一流的楷书，学习任何一种书体都是好的，都是正确的。当然在学习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学欧体如果学不好，写出字来就是又僵又硬啊，显得特别的死板。
学颜体如果学不好，写出这些字就显着又呆又傻，傻大笨粗啊。学流体写不好呢，就会出现又弱又柴，就像一个人生了病一样。学照体学不好，就会出现一些油滑啊，油头滑脑，写出字来之后看着不稳当不老实。学习书法和做人是一个道理，宁要笨拙不要油滑。赵本福写的字他并不油滑，是一旦你要写不好，就会学了这么个油滑的这种习气，这是万万不可以的。当然了，赵孟福的字相当漂亮，以我的观点来看，按照当前时代的审美观来看，欧底儿照面，或者说是以欧体为骨，以照体为肉，是最为理想的书体风格。以上所谈为我个人的一点意见，仅供大家参考。下面我们来谈一下第五个问题，欧阳询简介。我们学习欧体，应该对欧阳询的生平有一些了解，这样对我们的学习会大有益处。欧阳询，字信本，乳名叫善奴，生于公元557年，卒于公元641年，在世84周岁，潭州临湘人，即今湖南长沙人。其实欧阳询的祖先是山东人，他的祖先坐官南下就到了长沙。欧阳询的祖父欧阳伟、欧阳询的父亲欧阳和都是陈朝时期的官员，欧阳和是广州刺史。公元570年，陈宣帝陈顼以谋反罪将欧阳询的全家满门抄斩，当时欧阳询才14岁。当时有一个叫江总的人冒死把欧阳询私藏了起来，欧阳询才免于一死。江总这个人与欧阳询的父亲欧阳和是至交好友，江总呢是陈朝的一个尚书令啊，也是一位书法家。于是呢，欧阳询在少年时期在读书写字方面受到了江总不少的教育和帮助。根据历史的记载，欧阳询的相貌长得并不是多好看，他比较偏瘦，但是欧阳询相当聪明，他是聪颖过人，在学习上极其用功。在很年轻的时候在社会上就有了一定的影响。欧阳询成年之后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人呢叫李渊，也就是后来的唐初的第一个皇帝唐高祖李渊。李渊做了皇帝之后，看在欧阳询的学问上，在朝中给欧阳询安排了一些官职。李渊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呢和欧阳询在政见上并不十分和谐，但是呢念在了是父亲的老臣，又看在了欧阳询在书法学问上有一定的影响，于是呢就给他在朝中先后封了几个职位啊，就像我们在字帖当中经常看到的欧阳询在落款的时候写的他几个职位啊，如延清光禄大夫、太子律更令、弘文馆学士、渤海南等等。虽然这些官职都不算太低，但都属于研究
教育之类的文官，没有太多的实权。欧阳询少年时期生活坎坷磨难，成年后在仕途上又并不十分得志，因此他把全部的精力和聪明才智就用在了学问和书法上，也就因此而得名，历史上就留下了欧阳询这样一位著名的书法大家。这跟历史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许多人呢就因为在仕途上不得志，才把他们的精力和爱好转在了学习和艺术上来，这样呢也就成名了啊，也就成名了。如果不是这样，在仕途上很得志，也许在历史上人们也就不知道他的名字。欧阳询就是这样，当时呢他应李渊的邀请主持编写了唐代大型文献巨著，叫《艺文类聚》，共100卷。这部巨著在中国文学历史上影响很大，评价很高。另外他的书法在当时被朝野所看重，新唐书曾说欧阳询的书法是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高丽常遣使求之。就是说欧阳询当时给人写的这些书信都被人们拿来传抄，都被人们拿来当成字帖去临摹。当时的高丽国还曾派人向他来求字。他一生写了不少的作品，流传至今的几块碑刻，以当时的眼光来看，从内容上来说都是很有分量的几块碑。他写的定武兰亭碑被认为是碑刻之冠。我们来谈一下第六个问题，欧阳询的楷书特点。历史上对欧阳询的楷书赞誉之词甚多，我们呢只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楷书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险峻克力，刚劲挺拔。第二，清雅秀丽，瘦健俊美。第三，规矩端正，一丝不苟。第四，大小有法，错落有致。以上特点我们在今后的讲座中再一一论述，在这里呢就不再多说了。总之在学习欧体之前，先了解一下欧体的特点，对我们的学习大有益处。练字就是练的心，把心理练明白了，字也就写好了。下面我们来谈一下第七个问题，写欧体应该用什么样的笔，也就是选笔的问题。许多朋友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啊，写欧体应该用什么样的笔，是用羊毫的呢，还是应该用狼毫的呢？还有的朋友问我，欧阳询当时用的是什么样的笔，你田一章用的是什么样的笔呢？我是这么回答这个问题啊，原则上讲用什么笔是个习惯问题，长时间的用一种笔习惯了也就觉得好使了啊。当然具体来说呢，羊毫太软，狼毫呢太硬啊，我使的笔呢一般的都使这种尖毫笔啊，尖毫笔就是羊毫和狼毫合掺的一种笔，就是在羊毫里边加一点剑，但不要加的太多。笔锋呢不要太长，笔毛呢稍微多一点啊，饱满一点，我觉得这样的笔写起欧体来比较好使一点。具
至于说欧阳询当时用的什么笔，现在已经无据可考了。但是呢，据有关历史资料来看呢，在唐代的时候，人们用的笔基本上都是用紫毫笔，也就是兔毫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羊毫啊，就是我们现在用这些羊毫啊，是到了北宋年间才开始有的。在欧阳询那个时候，羊毫笔还没有被广泛使用。狼毫笔呢，虽然在历史上比较长一点，但是呢，这些上层人物、这些统治阶级们，他们一般的都不用狼毫笔，他都用紫毫笔，啊，就是兔毫笔。另外呢，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欧阳询写出来的这些字迹，从他的笔画来看，可以肯定欧阳询用的是兔毫笔，也就用的是紫毫笔。有许多朋友啊抱怨现在的笔啊都太难使，无论什么笔啊，价格上都挺高，外观上也都挺好看，但是拿在手里没法用。这是个客观情况啊，我也有同感，我也一直在为笔的质量发愁。现在市场上卖的这些笔，无论是什么毛的笔啊，有的拿出来之后你写横竖的时候觉得方便，那觉得还可以，写撇捺就不行了，有的是写撇捺合适啊，写点写勾就不行啊，这笔上总是有这样和那的毛病啊。但是这是我们写字人所没有法子的，这是制笔人的技术问题，也是制笔人的素质问题。为了写好欧体，您在挑笔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看呢、啊、这个笔杆啊，这个笔杆啊直不直，这个笔杆是弯的不行啊，你弯的不用说写欧体，写什么体都不行，不好使。另外呢，就是看这笔杆啊圆不圆，有的笔杆这么一摸呀，它有棱啊，它不圆，这样拿在手里的时候呢，写字是会受影响。这个还有呢，就是呢看这个笔肚啊，就这个毛，这个笔肚啊圆不圆，有的笔毛啊太少啊，太少呢它不圆，它瘪的，这样写些欧体了之后会受到影响。再有呢，就是这个笔毛不能太长，我们写欧体啊，比如说写欧体，一般的写楷书笔毛都不能太长，你像这样的笔毛啊，就属于太长了，这笔毛太长了，这属于长锋啊，像这个啊都属于长的啊，这个也都属于长的，这样的笔尽量不要用这种笔去写这个楷书，特别是写欧楷，这种笔不适合。另外呢，你在挑笔的时候，如果说允许你拿起笔来试一试，这么着的话呢，你拿起笔来要写哪个字呢？有时候你写的太多的字，也得试不出来到底怎么样。你写一笔就可以，写哪个呢？写九成宫啊，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这个九字的这一勾啊。我给大家写一下，你看一下啊。注意看九字这一勾，啊，我再写一遍啊，如果你写这一勾觉得它比较好使，那说明这个笔就差不多了。因为呢，写这一勾啊，这个笔毛啊要在里边打好几个圈，这个笔啊前后左右这个笔毛基本都能够把它试出来了。
写这一笔就可以知道这个笔好使不好使。另外呢，写完了字要把笔呀涮干净，为什么呢？这墨里边有胶，时间一长就会把笔损坏。我们写字的人呢，应当要爱惜笔。另外呢，对于写字的人来说，笔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和手比起来毕竟是次要的。大家应该相信，同样一支笔拿在不同人的手里会写出不同的字。在要解决笔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更要努力解决手的问题啊！因为时间关系呢，有关书法的四宝啊，笔纸砚墨，我们来就把笔的问题呢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介绍啊。纸墨砚的问题待我们以后再讲。下面呢，我们来谈一下第八个问题，关于纸笔，就是怎么拿笔的问题。纸笔问题自古就有争论，历史上许多书家告诉人们啊，如何如何拿笔，有的说应该是这么这么拿笔，有的说应该是那么那么拿笔，讲了许多的原则，许多的方法。但是呢，也有的书家说啊，比如苏东坡说，纸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他说呀，只要注意啊，指尖啊，指的这个缝和掌心啊，要使虚而宽，只要注意它的指尖不要离得太紧，掌心不要摁得太实就可以了啊，没有什么固定的法则。实际上呢，苏东坡这句话呢本身也有点矛盾啊。既然是要使虚而宽，那虚而宽不就是法则吗？啊，怎么能说纸笔无定法呢？啊，当然了，苏东坡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不必在纸笔问题上太过于苛求啊。这个，但是呢，我是这么觉得，纸笔呢是应该要有一些方法啊，纸笔应该有些方法。方法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什么道理都是这样。但是呢，作为我们来写字，基本上纸笔也就是这样啊。当然了，也有的朋友是这么拿笔，也有同学这么拿笔，也有的呢是这么拿，像拿铅笔一样，还有的呢拿笔这样去拿笔啊。我在日本的时候呢，见到日本许多书家写字的时候，他是这么拿笔。这个呢，我说呢，也是一种习惯，只要习惯了就行了啊。但是呢，注意一点，有些朋友们写字啊不太注意纸笔。不太注意纸笔什么呢？就是这个笔呀要让它直，你写字的时候拿这个笔呀一定要它是垂直的，不可以是斜着的啊。你这么斜着不行，你这么斜着，这不叫写字，这是刷子，拿刷子刷字，这样不行，这笔躺着不行。当然了，我这也是一种夸张了，我让大家看清楚夸张。实际许多人写的是这么写，是不可以，应该是这样，拿笔就像拿了一把锥子一样，使得笔毛感觉到特别有劲，这样是应该的啊。当然了，纸笔的高度呢，历史上许多书家对于纸笔高度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吧，虞世南在《笔随论》中说啊，真一形二草三。他说呀，纸笔就是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到这个笔毛之间，写楷书的时候应该这有一寸啊，应该离一寸远。写行书的时候呢，应该有两寸远。写草书的时候应该有三寸远啊。我觉得说的基本差不太多。写行草的时候呢，主管呢就是纸笔啊要稍稍高一点。当然古人说的这个尺与寸呢啊，尺寸呢跟现在这个尺寸，我们说尺寸不一样，比我们现在说的尺寸要小。最古的时候人们说尺，
以这个为尺，以这为尺，从这到这，这是一尺啊，以这个呢为寸啊，也就是说十个手指的这个大拇指，这个这么宽的就等于是这样，就是一尺。那你看咱们写的这个字，中国文字不是象形文字吗？你看这尺不就这么写吗？尺是不是，就这是尺，这就是寸。说这个人丈高八尺，十丈八尺的也就是这个。如果按照咱们现在尺是这么大的尺的话，丈高八尺，这个人就属于大个儿，个儿太高了啊，这就不属于一般的人。所以说呢，刚才这个我说的是虞世南说的是真一形二草三是有一定道理的啊，至少基本上差不太多。关于纸笔的问题呢，我们就谈这么多，今后在实际写作的时候呢，我们再具体再说一下。下面我们谈一下第九个问题，关于临帖。临帖是沿袭书法最最关键的问题，它绝不单纯是初学者的事，而是书法沿袭者啊，书法专业工作者平生的任务。临帖不是一年两年，也绝不是十年八年的事，它贯穿于书法学习的整个的一个始终。也就是说，书法学习的整个过程，也就是临帖的过程。在临帖方面所下的功夫多与少，也往往决定着研习者在书法方面的成就大与小。我们纵观中国书法史，可以说是辉煌灿烂，异彩多姿。但是中国书法有几千年了啊，能够到现在这么一代代的传下来，它靠的是什么啊？靠的是什么？它就是靠的这么一代一代的临摹和学习下来的。只有这么一代一代的临摹和学习，中国这门古老悠久的隶书，博大精深的艺术，才得以流传，才得以延续，才得以发展。当然临帖也绝不是学习书法的目的，并不是我为了临帖而去临帖，不是这样。临帖它是一个手段，是一种方法啊，是一种途径。但是历史上证明，它却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手段，唯一的一个途径。虽然史书上也有记载着什么关云呐、舞剑呐、之类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呢，我觉得那都是对书法艺术神秘性的一种渲染和夸张，顶多也就是对学习书法热情的一种激发。实实在在的关键，要想学好书法，只有持之以恒的临摹和研习。临帖要有三心二意，要细心，要耐心，要恒心，要意在笔画结构，意在神韵法度，要求自己临摹的要惟妙惟肖，追求重影复印的效果，要放弃自我，要特别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和习惯，避免无意的重复，要竭尽全力考虑如何入帖啊，就你想着怎么尽快的入帖，不必去考虑什么时候去出帖啊，出帖问题那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问题啊。临习时帖上的字不必选择的太多，要少而精，要熟练的掌握一批字的写法，它的法则和它的要领，
要使其深深地印在脑子里，日积月累，时间一长，他就会举一反三，举一反十，举一反百啊。赵孟頫啊曾说，昔人得骨科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明事。赵孟頫说呀，古人的时候得到了名家手写的字迹，有那么几行字就可以了，他是专心而学之，就是踏下心来认认真真的去临摹，去研究它啊，也就因此而成名了啊。他也就是说，学的字可以不必太多啊，但是一定要精，一定要学透，一定要掌握一批字的写法啊。当然了，也有些朋友不用说一批字，几乎一个字都写不好，那还怎么举一反三，举一反十呢啊，那就更谈不上了。当今书法界有些地方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初学者练字应该本着闭眼投胎，睁眼拜师啊。什么叫闭眼投胎，睁眼拜师呢？就投胎于父母，那是不是你所能力能达到的，你已经闭眼来了，投给谁就是谁了。但是拜老师一定要把眼睁开，眼睛一定要亮。为什么呢？如果一旦要拜错了老师，可能就会贻误终身，让你练来练去是一事无成。一定要拜名师啊，我这说的名师啊，就是明白老师，不要去贪图他的名气大小，名气大不一定就是明白老师啊。当然这说法有他的一定社会原因了啊，但我说的是，如果一旦你要找不着一个明白老师，尚且不如找一本高水平的字帖来反复的临他几遍，反为有益，至少没什么坏处。因时间关系呢，我们在有关理论方面就不再多讲了，下面呢我们开始进入欧体技法讲座啊，我们开始讲一下欧体的基本笔画，欢迎大家继续收看，谢谢。